有民众发现，在澎湖西屿乡的海中有一个大型废弃渔网，上头还缠着一只绿蜥龟，但它已经没了气息，赶紧通报农渔局。那么这张大网当时笼罩在珊瑚礁上，海龟也被缠住在海中，载浮载沉也死亡多时。当地是珊瑚礁的生态区，后续接获通报，也出动人员清除重达320公斤的废弃渔网，呼吁渔民不要再任意弃置，如果不小心弄丢了，也要依法通报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，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